你的慈悲心启动了，慈悲将不会停止，生生世世一辈子陪伴着你。和我们一起来慈悲吧。海涛慈悲基金会划拨账号50416116 50416116。喜舍皆法缘，惜福之主真菩提，生命电视与你欢喜感恩每一天，生命电视与你欢喜感恩。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在佛教称为因缘殊胜，因为佛法只相信因果，这个世间没有什么意外巧合，能够在这个地方受八关斋戒，然后有这些人一起在受戒努力，这都有累劫累世的因缘。
特别今天是三代祖师国际联谊会，为了要弘扬念下南无三代祖师的精神，那特别举办由生命协会跟三代祖师国际联谊会办此殊胜的法会。当然各位以前听过了所谓三代，这个三是什么意思，这个正法叫释迦牟尼佛正法，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之前还有六尊，我们称为过去七佛，我们念七佛灭罪真言就在念诵着七尊佛的加持。那未来佛呢叫弥勒佛，在未来佛呢就是噶玛巴将来成佛叫狮子吼如来，在未来佛呢那就中格巴大师啊、成佛叫明艳如来，然后呢就一直一直下去。那这位三代祖师呢就是过去七佛的第三尊，也是过去劫最后一尊佛，叫念下来南无毗舍浮佛的示现啊。那每一尊佛成佛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示现，就像阿弥陀佛示现成为永明延寿禅师来教我们念佛放生施食等等。所以就像药师琉璃光如来，包括每一尊佛菩萨，包括观世音菩萨，都不间断地在做示现，这也是我们成佛的目的。我们成佛了就会很勇敢地踏入这个轮回里面，地狱道恶鬼道人道，在不断地轮回救度众生啊。因为你不跟众生在一起没办法度他，但是如果你没有成佛就来度众生，反而会被众生度走了啊！就像鸡投到水里面会淹死，鹅鸭投到水里面那它不会沉沦呢。所以那三代祖师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示现。那因缘殊胜也成立在特别我们这个地方，十年前就来过了，然后现在我们吴老板吴会长也叫因缘殊胜，大概是什么叫因缘殊胜，钱赚到了这样可以不用再这么努力赚钱了，然后呢可以用一些时间来从事于更重要的对社会乃至对自己未来世对三宝的护持乃至对三代祖师的护持。就像各位今天也是因缘殊胜，不用上班居然可以来啊，然后呢家里大概没老人生病或者没有种种的障碍，所以你就那个因缘殊胜来参加八关斋戒的法会啊。当然希望三宝的加持三代祖师的加持各位的发心乃至我们种种的功德力念下智力佛力法力，所以佛教永远不离开这三个力量。所以各位有信心有发心来受八关斋戒，这叫自我功德力。第二个佛力三宝加持三代祖师的殊胜因缘叫佛力，法力呢那我们今天
对着诸佛菩萨三代祖师要做大供养，对着六道众生要做大供养。念下来，放生救动物道，施食超度鬼道，持咒破地狱道，啊，回向所有人类天道阿修罗道，那这个叫法力。所以我们借今天大家供花供水供灯施食上供下施放生，这个叫法力。然后呢也叫法界，就对十法界所做的上供下施也叫法界缘起力。那今天三力合合，所以有这个殊胜因缘来受八关斋戒。那你问我受八关斋戒是什么意思，那我会对三代祖师的国际联谊会说，那就是做一天的三代祖师吧，啊，那天要污我。就是我们所谓八关斋戒，那你就要做一天的菩萨啊。那台上这三位就不能客气，要做一天的佛这样。所以他必须要穿着代表绝对空性的黄祖衣啊，绝对慈悲的红袈裟啊。那我想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精髓，更是金刚乘的精髓。金刚乘的精髓不要扮演自己，因为扮演自己我们对对错错烦烦恼恼。然后我们来扮演一天观世音菩萨，我们大家来做一天地藏王菩萨，今天大家来做阿弥陀佛，好不好？那就是金刚乘。那你要让你自己的身口意都不离开阿弥陀佛，不离开三代祖师的行为实践。我们必须把信仰变成一种人格的行为实践啊。所以那这样你能够扮演一天佛菩萨，那佛的行为就是戒律，佛的嘴巴啊念佛诵经劝人学佛，佛的心态时时刻刻安住在无我的空性，对众生平等的大悲心，实践菩提心。那如果能够这样如此，那这个叫八关斋戒啊。那外在有绝对不伤害众生，绝对不起男女欲望，所以今天很多菩萨大家穿海青没有化妆啊，今天我们嘴巴吃素不乱讲话不喝酒不抽烟啊，今天我们的心态保持在对三宝以及对众生啊，念一下念佛念法念身念净土念戒律念众生苦啊，就保持在佛菩萨的正念。那这样呢一日一夜，如果你能够如此呢，保持这种利他的，像三代祖师一样，虽然他外表视线跟我们一样是个人是个凡夫，十三岁出家三十九岁就舍报，听起来好像很短寿啊，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一种视线，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视线八十岁生病舍报。但是三代祖师视线的不是舍报，视线什么来作画，作画就是就像各位这样坐着，等一下听我讲完就不呼吸了啊！哇太厉害了啊，不用生病，然后呢就在最好的状态，然后呢就去极乐世界了，继续去轮回度众生了，叫作化。那成为一个佛，那就可以这样做各种的视线，就像释迦牟尼佛视线做狮子，视线做一只蟒蛇啊，视线做一只马，视线做一只小鹌鹑，视线做鱼啊，视线做各种，就像观音菩萨视线成自己被火烧的面燃大士，在地狱受苦的众生，视线成各种的动物，就像文殊菩萨视线成猪，视线成贫穷乞丐女人啊，视线成老和尚，这个叫如来了。
自由自在，像演戏一样啊，啊，今天适合演什么戏，可以度众生，我就去演戏，啊，就像观音菩萨视线成漂亮性感的女人去勾引男人，啊，每个男人都要来排队，可以背完普门品，我就跟你结婚，啊，然后普门品背完了这么多，那不行，背完妙法莲华经，我再跟你结婚。哇，其中马二郎最厉害，把妙法莲华经居然背起来了。那一天要办婚礼的时候，他的新娘就死掉了，这样。那死掉是一种视线，让这个男生开悟了。哎呀，无常啊，啊，他这么认真，无常。所以等他想要看看太太的尸体，然后棺木打开，没有了。啊，原来死了怎么没有了？就像达摩祖师在中国视线死亡，找他的尸体没有了，那剩下一双鞋子。人家问鞋子什么意思，鞋子继续在轮回的意思了，啊，一只脚在中国，一只脚在世界各地了，啊，虽然肉体视线圆满了，但是达摩祖师的精神到现在有没有在影响我们呢？有，这叫大悲心，一只脚还放在中国，另外一只脚在印度、西藏、在地狱去普度众生了。所以我想佛菩萨就是要这样视线。所以我们这两天跟我们三代祖师会长在讨论如何弘扬三代祖师的精神。那事实上你要弘扬佛菩萨的精神，那必须透过我们的身口意的道德清净慈悲表现出来，这才是供养佛菩萨啊。今天我是拜观音菩萨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然后我在骂人叼根烟，会花去，那人家就会笑啊，你这个骗人啊。就像我们出家人，然后出家人自己不持戒，嘴巴劝人念佛，出家人自己又贪财好色爱吃肉，那人家就哎骂你，骂你顺便就骂到你的老师了，啊，骂到佛陀了。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三宝弟子，当我们面对到世间任何利害关系、金钱感情地位的时候，你不能为自己想的啊，你要代表我，代表这一家公司，就像一个空服员，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偷懒，你可以不化妆，不行，我代表这一家公司的整体印象。短短在飞机上走来走去啊，服务的时间，那你的整体印象要让人家觉得这一家公司的水准不一样。所以我们坐飞机就知道每一家航空公司的服务员特色都不一样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同一个大概模型的特色啊。新加坡航空公司有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特色，亚航有亚航的特色啊，华航有华航的特色，有这个意思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受八关斋戒，佛陀的意思呢叫我们放下世间的分别，不管你是国王还是乞丐，受八关斋戒来受最多的就是玉皇大帝天神啊，这个世间经典说只要有正法在传授八关斋戒，诸大天神都会降临，然后呢变成人的形象，他也要来受戒。那为什么要受戒？哦，今天我在第二层天做天神，我受了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我还可以升到第三第四层天。我受了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以后，我天神的福报享受完了，我不会堕落善恶的，还会升更高的天。请问如果你是天上的神，会不会赶着来啊？会啊。所以我们以前在受戒还会故意摆很多位置啊，空的位置，有些天神不视现成人的形象，然后呢比较清净的位置，那边呢没有臭的味道，他们就会哇一起在那边受戒。所以释迦牟尼佛过去视现做一次大蟒蛇啊，各位讲大蟒蛇是世间法，佛教不敢讲蟒蛇，叫什么来，龙王啊，龙有两种，天龙守护天上，地龙守护地上。但是人类很奇怪，看到大只的就要杀，事实上越大的是护法世间越厉害的啊。那你把这只大蟒蛇给杀了，那这个地方灾难就来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做了一只地龙，守护了整个地区啊，就像我们关圣帝君，中国人很喜欢拜关圣帝君，关圣帝君以前就是一只地龙，这一只地龙守护着老百姓，让老百姓风调雨顺。
结果因为当地的老百姓呢信了外道，不拜玉皇大帝，不拜神，然后呢玉皇大帝用尽各种方法感化他们，他们不接受，然后玉皇大帝啊只好哎呀没办法，一生气了，风神雨神就不降雨了啊。那么风不调雨不顺，所以老百姓民不聊生呢、没办法种植，就像非洲一样现在干旱痛苦啊。那个时候老百姓，那个时候玉皇大帝不但生气，还下令各风神雨神水神不准降雨，因为要让这个老百姓尝尝苦头啊，让他们懂得尊敬天地啊。这是一种因为佛护法菩萨会这样子来引导众生。结果那个时候老百姓很痛苦，没办法呀，哎呀真的没水了，大家都快饿死了，种不了了，只好去拜龙王。龙王庙是管水的啊，龙王，所以龙王一出现他就会降雨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来拜托龙王啊，那龙王心软啊，然后呢他就拜托雨神啊，拜托各种，但是雨神说我们不行啊，雷神也不行啊，玉皇大帝说的谁降雨啊，这三年内会斩头的。结果龙王没办法，就拜托河神了、河神说你要拿水当做你偷的，我不知道啊。结果这个到了晚上，龙王每天就是吸大量的河水，帮老百姓把每一个田都洒水，让他们田可以稻米水果可以生长。因为这样哇，那一季大丰收啊。就这个事情玉皇大帝知道了生气啊，那所有的神明就跑来跟龙王说你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因为玉皇大帝生气了，你待不了了。那龙王说为老百姓而死我心甘情愿啊，现在老百姓生活很好了，哎呀我很快乐，然后我要去天上去找玉皇大帝忏悔，大家劝他不要去会被斩头的。结果龙王还是上去，上去以后真的被斩头，一斩头玉皇大帝还把这个头啊丢在河边老百姓最多的地方，让他们看到啊，乃是天神都看到违背玉皇大帝的结果。结果龙王虽然被斩头了，那有一个出家人慈悲啊，把龙王头用两个大水缸接起来替他诵经啊，替他诵经超度。那龙王马上又去投胎，投胎说就是我们姓冯，那事实上就是我们关羽啊。那为什么姓冯呢？因为他本姓冯，那但是打抱不平忠义，那时候宰相的公 的儿子欺负善良女人强奸他，一气愤之下把对方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宰相派兵要抓他，他只好跑出关了，要跑出中国。结果跑出关的时候化妆，那关里那些官员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想说我如果出关我就自由了，所以叫关羽，希望我出关像羽毛一样的自由啊。但是呢不改其忠义的个性，到后来呢还是会为了国家又被斩头了。那事实上关羽也是佛菩萨的视线啊，那这视线在各种不一样的形象，但是他的目的呢就算自己死亡了能够为众生好啊，太好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尊敬关羽的忠义，那意思是说是每一个佛菩萨他就会不断不断的来化现。那希望我们大家守八关斋戒，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佛菩萨，但学习佛菩萨的身口意，身体绝对不伤害众生，身体绝对没有男女的欲望，因为有欲望就有私心，那就没办法清净，也不可能去利益众生了啊。就像说哦，我很喜欢放生，我去募款募款募款，结果我自己欲望很重，募募募啊，我先用好了，我先拿去投资啊，如果赚了钱以后太好了，这样啊，那结果亏了钱呢，你把钱就给吞掉了，因为你有欲望啊。就像我们师父常讲，出家人要去度众生，如果你能有男女的欲望你就先不要去，不然呢女人如老虎一下就被渡走了，因为你有欲望啊，你控制不了，那你就会完蛋了，破戒了，还俗了啊。那你破戒还俗了，人家对佛教就失去希望了啊。所以对我们今天的身体守八戒，念一下：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这不杀生不偷盗就是一种不伤害众生，不淫欲呢断除欲望。第四条，不骗人啊，今天绝对不能骂人骗人讲是非，
所以我常讲，今天有人打电话给你要做生意，你必须要骗骗他才有生意做。你要说好好好，明天一早跟你讲，今天不要讲，今天不能骗啊，今天要守得很好。那以后你能够守得很好，将来你就会守得很好。所以我以前也是做事业开公司，每到六斋日，我们公司门口就会贴一个斋戒日，很多人搞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啊，今天不要找我喝酒啊，今天不卡拉 OK 啊，今天不吃肉啊，今天做生意不饿价啊，今天很单纯啊，那事实上公司就会生意越来越好啊，因为很道德嘛。那今天大家就不用交际应酬啊，赚了钱呢、啊，我们公司有几个一起守斋戒了，今天所赚到的钱呢、啊，拿去老人院啊、孤儿院啊，拿去帮助护持三宝，会有功德很大啊。所以各位永远要了解六斋日，或至少初一十五叫斋日。那一天我们不去吃肉，我们孝顺父母，我们帮助贫穷，我们维持道德。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做，那你才叫学佛嘛啊。学习佛菩萨的身口意。第五条，今天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葱蒜韭菜啊，今天不能吃葱蒜韭菜。那为什么你吃葱蒜韭菜，天神他们要来受戒，你一吃天上的神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你的身体没有护法神呢 所以第六条，今天不穿得漂亮，戴耳环，戴戒指，擦口红，擦香油，穿漂亮的衣服，穿皮鞋。如果你有皮鞋，麻烦你偷偷的假装要去厕所啊，就把皮鞋脱在外面啊，然后人才进来，好不好啊？没关系，现在不要动，等一下偷偷动。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不能带皮的皮包，因为什么？因为你今天要慈悲斋戒，那。如果你有带皮的，那不慈悲啊，那天神也不来，然后动物也不接受超度。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出家人，各位看到出家人是个模范给各位看，从头到脚都是布的啊，布鞋啊，布衣，所以是如此的。当然有些出家人他住在零下40度30度，冷得不得了，他怀着惭愧心啊，披着动物的皮毛啊，就像四臂观音啊，肩上披了一个鹿皮。人家说观音菩萨不慈悲啊，那是代表一种哦，这个鹿是非常慈悲的，他把它带在身上啊，视线慈悲。然后呢，也跟出家人说，如果你不得不如此，那你要感恩啊，升起悲心呐、啊，而不是一种欲望啊，这样啊。所以今天我们不爱漂亮。第六，那第七，今天不睡卧高广大床。今天夫妻除了不能在一起睡觉，不能同房，不能同床，那今天也不能睡夫妻床，今天要睡单人床啊，睡地上啊，睡通铺啊，最好睡在寺庙才安全呢。回家，哎呦，所以我们出家人不回家了。回家很危险哦，太太就会弄得很漂亮哦，然后就希望你不要走了所以只能回父母的，父母有病孝顺父母，回父母的家，这样可以啦意思是说，今天如果各位以后有福报，八关斋戒那一天呢，就是睡在寺庙里面。那你要睡在寺庙，你也要跟寺庙经常去修行供养，而且知道这一家寺庙很守戒律，那你睡在里面有加持，有加持那你又能够起来做早课，那一个圆满的八关斋戒老实说，八关斋戒什么受是最标准呢？还没有吃早饭，太阳还没有出来前叫受戒了。像我们这个叫高级受戒9点10点呢、才来受戒，那这样就圆满不了24个钟头。标准是早上你起床还没有吃饭，太阳没出来就在佛前。以后各位来受戒还是这样，你在家里简单的受戒仪轨5分钟念完了，然后呢再来参加大众的，这样因为对你来讲，那
太阳还没出来你就受戒，太阳出来就开始算时间了，咔咔咔咔24个钟头，到明天6、7点太阳出来，那自动圆满24个钟头了。所以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前一天晚上就去睡寺庙了，然后隔天一大早起来做早课受戒了，然后呢圆圆满满把关斋戒。但是现在人多了，然后这批人要睡哪里呢？对不对？所以现代化的就是如此了，但是把握那个精神。所以第七条，那今天不能睡床，再来不能唱歌跳舞，歌舞娼妓，不能去享受眼睛、耳朵、感官。就像你看到一个出家人在听流行音乐，你会觉得师父怪怪的吧？你看到一个出家人在看武打片啊、战争片，怪怪的吧？因为这个就不清净了，有欲望。所以今天大家就做一天的出家人，做一天的三代祖师，做一天的药师佛，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今天明天念药师经，向我们两位尊贵的格西要为我们所写的往生牌位，修念一下药师佛超度法，药师佛超度法很殊胜，能够让往生者看到八大菩萨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往生东方，愿往生西方都满愿。所以第八条今天有一个严格了，就是晚上不能吃饭，晚上不能吃饭。今天过午不食，现代的人都是营养过剩，吃完饭还要出来跑步走路，三高胆固醇高，太胖。那事实上佛陀这样制定是对的，晚上少吃一点，甚至不吃饭。晚上不吃饭对于菩萨道有什么意义？所有的孤魂野鬼都不会吐火，很慈悲。晚上不吃饭对于修解脱人有什么意义？不会起男女的欲望，容易入禅定，身体健康。所以各位今天晚上不吃饭，你试试看，明天上午本来你是6点就起床的人，你4、5点就会起床，而且精神特别好。因为晚上不吃饭你没有浪费体力，所以早上睡醒的时候精神特别好，所以佛陀这样制定，除了健康的理由，保持清醒的理由，断男女欲望，还有能够帮助这些非人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八条戒律，所以来请翻到11页，把内容也念一遍。第二开导，第11页，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即殷勤恳请可尔为汝等做八戒本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佛戒者，如来利益众生之守护。那佛陀要帮助众生，首先要我们佛陀有个手印是这样，这个手印就告诉我们：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伤害众生，你才会有福报。所以如来利益众生，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伤害众生啊！贤圣修道之要诀，三机等见，七众通收。什么叫三机呢？修行分作三个动机，得到三个结果。如果各位是今天来受八关斋戒，是以现世有福报，来世有福报，希望妈妈生病赶快好，希望你儿子赶快好好读书，希望家庭事业好一点，能够满愿，这个叫人天福报。那人天福报那一定可以得到。如果以人天福报来受八关斋戒，来念一下七世升天，七世做富贵人，这是八关斋戒最殊胜的。你平常说哎呦，我的行业是杀猪，我的行业是杀鱼，我那要下地狱的，要做恶鬼的。但是你只要来受一天八关斋戒，那你先七世升天，七世做人，这就是持戒的功德消除20小劫消除七世20小劫的三恶道的痛苦就像你现在做领导虽然你杀人了，你有豁免权只要你在位的时间不能抓你去关呢，你下台了才可以告你那八关斋戒就有这个人天福报，让我们来世做人，来世升天，来世你做人，如果你发愿守一日一夜八关斋戒，投胎来做人，念一下
六十万世福报。哎，六十万是投胎在富贵、有钱、自由的家庭，叫福报。啊，就算很多人说新加坡算有福报的地方，对不对？国家政府的制度很好，我们老百姓个个乖乖乖乖 ，step by step， 你们保护得很好。但是呢，这个叫人天福报。但是如果我们以第二种根基，什么根基呢？来解脱生死。啊，各位现在没有那个想法，哪一天你得癌症啊？哪一天，哎呦，老公跟别人跑了，啊，真不想活了，对不对？活得好痛苦啊，啊，所以生不如死啊，啊，本来就是生不如死啊。佛陀就早就体悟了，生不如死啊，给你做国王，给你做帅哥，给你做美女都没有用啊，给你做皇帝也没用啊，啊，这个都是短暂的幸福啊，然后将来还会轮回。所以各位如果有这种根气，对于人天福报不执着，进一步要追求解脱，成就阿罗汉，那今天要做一天的阿罗汉，那你可以享受，念一下六十小劫人天福报啊，中品终生极乐世界，哦，一天一日一夜就可以达到这个结果。但是最圆满的，就像各位刚刚我讲了，今天大家来说三代祖师，做药师佛，做观音菩萨，以佛菩萨的菩提心来受八关斋戒，那功德不一样了。念一下两百万劫富贵自在，哇，两百万劫呢，大劫呢，前面讲的是二十小劫六十小劫的富贵自在。而且如果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来上品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各位了解如此呢，不一样的动机，不一样的结果啊！以人天福报往生净土啊，下品往生、中品往生，以菩萨道的动机发菩提心啊，上品往生。所以发菩提心是很伟大的。各位今天在新加坡，那你不要一直骂政府啊！你说我就是新加坡的负责人啊，地下总统，默默的为整个新加坡的一切环境、人事物在努力。然后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了，啊，所以发菩提心呢，它是承担别人的错都是我错，我不会怪别人家，啊，因为任何一个众生没有成佛，等于我妈妈的生病没有好，都是我的责任，所以他不会怪罪别人，他还要主动的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帮助所有众生，啊，昨天我们法会完了。我们湛严法师、湛江法师几位法师三更半夜还跑到魂墓去啊，做大超度啊，念一下随喜功德啊，做了七个炉啊，轰轰轰轰轰啊，白天人家扫墓，晚上我们超度。那这样呢，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了。晚上大家可以提早睡觉休息的，明天要八关斋戒啊，啊，但是宁可这样奉献付出。勉强自己啊，而且我三更半夜谁要去魂墓呢，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怕鬼啊，啊，那事实上那这个就是菩萨，菩萨要进入痛苦的地方，就像我们后天好像有排场在家禽杀鸡杀鸭的地方去超度，好不好啊？有吃鸡有鸡鸭的一定要来哦，你不要说哦 no, 你不来你还敢吃，真是的，因为你没有看到他被杀的过程，你觉得那个炸起来香香呢，加个姜丝加个油太好了，真美哦，啊，所以因为人都没有看到他的丑陋残忍面，所以你会觉得他是美的快乐的啊。那我想那菩萨道要去了解真相，要去帮助众生，所以希望大家来发菩提心，守八关斋戒，好不好？那这样功德太大了啊！那你这样心间点一盏灯，超过平常点一亿盏灯，所以我们利用这种八关斋戒增上的功德，发心的功德，今天大家大做功德，好不好？点灯放生忏悔上供下施，一天一夜完成几百劫的功德，这才是最会赚钱的人。
最懂得生命的人啊。世间人赚钱是被钱赚走啊，啊，但是功德呢，随时跟着你百千万倍。世间的钱财地位呢，不会跟着你的，死了两手空空啊。但是我们所做的善业功德资粮，会不会生生世世跟着你？会啊，就是这样子的。我这辈子出家就是被我师父有点侮辱了，你不要骄傲了。你这辈子所享受的都是你过去是修的了，所以你福报很大了。每天忙着打麻将啊，每天忙着玩啊，那边享受福报啊。你福报享完了，你就下地狱了。我被我师父点醒了，再来还跟我说你很自私。我说我没有做错啊，你有福报，但是你没有去想想看，多少众生在受苦，你都不管人家。你只管你自己，管你儿子，管你的家庭，管你自己的事业，然后呢踏在别人头上走过去，赚的钱是我的，这个不是自私是什么？我一听哦，我心刚快裂掉了，因为我这个人真的不想自私啊，啊，我从心里面就不想自私的人，但是我居然是真是一个自私的人啊。就像各位吃肉的人自不自私啊？那就是自私啊。我们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其他人他替我们杀替我们煮其他动物的痛苦，这不是自私是什么？我一听我就差一点掉眼泪啊，我错了啊，所以我要改变我的思想，不要再自私了。所以我回去跟我太太说，太太，我们不要自私了，不要光我们两个快乐就好了，世间还有很多的痛苦啊。她说对对对，有道理，我们要帮助众人。她说对对对对，所以我要出家。他就不对了，我跟你一起，跟你一起跑天下 ，no， 啊 ，no， 为什么？这样还是自私啊！我跟他分析，那你还是因为自私啊，对不对？因为我，那这样不行啊！那佛陀说，一定要你要得到圆满的慈悲，你要有消除所有的自私，没不能留一点点，不能留一点点。我不能说，师父，我要出家。我什么都会做得很好，但是我要抽烟，那不行的啊！所以我出家，我师父说不准打电话回家，因为我师父知道我会想儿子啊，不准打电话回家，家里任何人打电话来要透过师父你才能够接，不准到一毛钱来，因为如果你带人知道你有钱，你带钱来出家，那你就不接受供养，你就没有感恩心，你就不知道乞丐。哎，我们出家人叫乞士，是一个有志气的乞丐，没有金钱，但是感恩众生。我们在家孝顺父母，但我师父说出家孝顺众生，在家父母给你钱养你长大，我们有感恩报恩。那出家呢，众生养你，世界养你，你要对整个众生整个世界感恩，要有这个观念啊，那这样你才会真心的去付出。所以我想各位今天怀着这种无上菩提心出家一天来修行，然后呢就可以创造无量的功德，更不要自私，来发菩提心，受戒功德，供养诸佛菩萨，供养三代祖师，所有善业回向六道众生，父母祖先离苦升天，同生净土，这个才叫清明扫墓报恩节啊！啊，真正的功德。那扫世间的坟墓呢？那是一种世间的文化、礼貌、孝顺，啊，是一种表达。但是真正呢，我们初一十五就要像今天一样守斋戒啊！啊，乃至佛菩萨的圣诞日守斋戒啊！所以各位，如果你真希望我们累劫的爸爸、累劫的妈妈、累劫的父母祖先都超度，那各位在清明扫墓呢，这七天都应该要天天守报恩斋戒，因为很多人都在扫墓孝顺，然后呢，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被扫墓的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我们来做，默默地回向给他们了，啊。我们守报恩斋戒，然后他们白天扫墓，我们晚上去帮他做烟供，功德回向给他们，帮他们点灯，让他们看到极乐世界，啊，用各种的方法。不过话讲回来啊，如果各位有去扫墓，不要用鱼啊、肉啊，
啊，不要用这个，用饼干。然后用完了饼干，最好也不要带回来，给它打开啊，那个香味像烟供，鸟啊、流浪狗啊来吃啊。所以我们晚上去湖木，总会看到整群流浪狗，整群流浪狗，然后找食物吃啊。那个地方也是他们安全的地方啊。再来，孤魂野鬼也可以同享功德啊，这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在台湾的湖木，更多的流浪汉，他们就住在魂木区，因为他知道台湾人有个习惯，拜完的东西啊不想带走，很多不带走，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吃啊，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一种布施。如果你的动机，所以我们这样了解。好，继续念第十一页倒数第二行。所以三机等见七众通收，或越三途就可以脱离三恶道而持续人天。或超有漏，可以脱离三界有漏轮回而净灯绝岸。五圣运载，人称、天称、声闻、缘觉、菩萨称，也叫佛称，都要守戒律，戒为轴辖，万善克备，戒为基本。各位，于今天三月初四啊，农历三月初四，巨石业功德日，一千倍功德，早上戒持。场地，三代祖师国际联谊会，求受八戒，先当了解八戒名体，次方以汝等一一传授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关者金币之意，为金币八世不放故，斋者其意，以过中午不食为斋体。最重要是各位一定要过午不食，除非你得糖尿病，不吃会发病，那当作药来吃可以。八世铸成清净斋体故，尤其八世与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所制定故；戒一名斋，其身口意三业故。以身业齐，则无秽恶。所以我们今天身体的行为，绝对不要有杀生、偷盗、男女淫欲、爱染、懒惰、放逸，这些要身业齐，身体多拜佛，多做义工、打坐啊。口业齐则无诸过失，今天无论如何不骂人、不骗人、不说是非、不讲没意义的话。今天嘴巴不是不能讲话，不能讲没意义的话，只能念佛、诵经、持咒、劝人学佛啊。这些再来，心业齐则无烦恼、诸漏、业因。无论如何，今天内心里面不要起贪嗔痴、傲慢、嫉妒、怀疑，不要让自己有分别心啊。平常你是一位漂亮性感的女人啊，今天你要说没有这个想法，我今天是个修行者，不要一直那个念头定在我是个长得不错的人，我希望我的外表被注意，那又起了烦恼啊。啊，所以各位你要恢复一个清净，我今天是一个空性，是一个悲心，一个菩提心，一个清净心，今天不制造烦恼的因啊，因为有烦恼就会造业，造业就会痛苦轮回，所以今天不要有。所以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做一只大蟒蛇，人间有八关斋戒，他故意示现成人的样子啊，就是那一只地龙来受戒。受完戒以后，他不回龙宫，回龙宫啊，这些龙女啊、龙子啊就会陪他玩啊，大吃大喝啊，所以他就躲到高山没人的地方啊，盘旋的一个大树在那边思维佛法。结果一个猎人也跑到山上，看到这只大蛇，哇，这下发财了。哇，这个皮这么漂亮，像龙一样啊！如果我能够把它割下来，然后我这辈子发财了。那只龙动也不动，哎，这个猎人就到山下拿毒粉，拿最利的斧头，毒粉给它撒在龙的鼻子，然后呢，斧头就要砍它。他想说这样就得逞了，他不知道他是龙王啊，尾巴一甩，整个山都会崩掉。但是因为龙王守八关斋戒。他被这一个猎人撒毒粉，在砍头的时候，他动也不动。慢慢，这个猎人把他的皮从头到尾扒下来，他很痛，他动也不动，因为他手八关斋戒。啊，结果这个龙王好，这个人好高兴，拿着皮到山下卖，发财了。那个时候，八万多只小虫闻到这个肉跟血的味道，就来吸他的血，吃他的肉。那个时候，龙王全身上下都在痛，但是他不起心动念，他发愿。愿我今天守八关斋戒，将来能够成佛。如果我成佛，所有这八万只虫跟杀我扒我皮的猎人
将来都能够离苦，听闻佛法也得到解脱。各位要如此哦。所以那个猎人是谁？那个猎人就是佛陀成佛以后一直伤害佛陀的提婆达多啊，佛陀还是度他。那八万虫是谁？佛陀成佛的时候八万天人来护持，那就是这八万只虫啊，因为他吃了龙王的肉，喝了他的血，得到这个愿力而升天。到了佛陀成佛了，他们又来皈依三宝，称为护法。所以各位八万斋戒，你要保持内心里面没有贪欲，没有嗔恚，没有各种分别心。而且我告诉你，魔会来破坏你，知道你今天守八万斋戒，来世他就不能在地狱看你受苦，他今天故意要恼怒你，所以你今天你都不能发飙，不能生气，不能起欲望，好不好啊？今天你回家会觉得你太太怎么这么性感呢？啊，今天你回家你老公觉得，哎呀，结婚以来你今天最美了，手把你牵的要拉到房间了，你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是如此，佛经都有说，佛经都有说啊，因为你说八万斋戒的时候清净如莲花，就给人家一种魅力。各位台上的法师上师帅不帅？奇怪，你们还敢想说帅？不是帅就是有欲望，要说庄严啊，阿弥陀佛啊，你要说庄严，但是他自然就会给一种很有魅力，因为那种持戒的功德力啊，他就会去吸引，就像黑暗的世间有一个灯啊，有一个漂亮的花，他会给你很庄严啊。就像各位来南无三代祖师，看起来威武不威武啊？威武啊。木头呢，我们是人呢，但是因为啊，三代祖师的修行力加持力，你放在那边你就觉得不一样不一样啊。就像一幅画，一幅画也可以表现出他的精神啊。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那人一定要有修行，才会有这种感染影响力魅力去帮助众生。所以今天的内心里面要保持如此，相由心生，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自虔诚，我一定要圆满我的戒律，我一定要不离菩提心啊，而保持外表的戒律，内在的正念，内以六念净其自也。第一，念佛，每一尊佛太伟大了。来，各位请把你的眼睛看左边，整部《地藏经》，我们会长，哎，把它印出来放在旁边了。哦，《药师经》，《药师经》，啊，十二妖叉大将，庄不庄严啊？这个叫来，药师斋戒道场。啊，所以我就要求我们胡会长说，那不要拆好吗？不要拆嘛，撑多久撑多久嘛。我们来这边送地藏经啊，按照地藏经守八关斋戒啊，点灯啊，放生啊，施食啊，帮助啊，供养出家人啊，对不对？啊，然后呢，撑多久算多久嘛，啊，利益众生嘛。所以那各位要每一尊佛的慈悲，那上面按照佛说灌顶经，也按照药师经挂49面经幡随风飘，了解吗？啊，然后呢，众生消业啊，离苦啊，啊，要挂经幡，然后在我们的头顶啊，风啊吹啊，冷气吹啊，大家得到加持，就像我们转经幡一样啊，啊，所以各位你要去佛教文物店买一些五色旗，那你去坟墓区扫墓的时候，就把五色旗挂在树上，飘啊飘啊飘啊。然后那些魂木啊得到超度啊。所以第一要念佛，佛是为众生而成佛的，就像三代祖师为众生成佛示现。然后呢，请问今天三代祖师有没有来啊？一定的，搞不好变成人坐在那边，嗯，这样啊。所以佛菩萨会有千百亿化身啊。第二念法，三世佛母，所以药师经、药师佛、药师咒、八关斋戒，这个都是法啊。华严经、地藏经都是法。那释迦牟尼佛讲什么是法？来，相信因果，持戒布施，发出离心，修大悲心，发菩提心，往生净土，成就佛道，普度众生。那这就是佛陀的教法啊，佛陀用各种的方法度众生。
第三念身人天福田，什么叫身？来，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三代祖师，这个都叫身呢、啊。啊，身就是已经成佛了，观音、文殊菩萨都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们视现成菩萨，跟我们一样，让我们跟他一样，我们才会学他嘛。啊，所以佛菩萨他会视现跟我们，你生病我也生病，你痛苦我也痛苦。那在这个过程，他有一个超越的心，他很痛苦的时候还在帮助众生，那让我们学习啊，所以叫念身。那我们出家人，那这在家菩萨，你要做一个发心的身切，那你就成为别人的福田，家里的福田，社会的福田。佛经说的，新加坡只要有一个人发菩提心受八关斋戒，今天整个魔鬼不会来新加坡，所有灾难车祸不会在新加坡发生，只要有一个人发心受八关斋戒啊，所以一个人就可以影响世界，这个佛教叫空性。所以哇，这些菩萨这些僧前是我们人天啊，天神，所以天神最喜欢供养出家人，出家人不要烦恼钱，只要你发心了、啊，天神用他所有的福报供养你，因为他可以升更高的天。世间人会供养清净的出家人，为什么？父母升天，父母长寿。如果我们能够供养清净的出家人，那我们的现世有福报，来世决定有福报，现世所求必定满愿。所以各位，以后你要开公司，那你就去供养清净的出家人，这家公司你开公司就是要赚钱，就会满愿，就这个意思啦。所以叫人天福田，得到幸福的田，我们去供养出家人，念身。第四念天，那我们希望往生净土，或是各位所谓日日夜八关斋戒，要生什么天都满愿，欲界天、色界天啊。那你修的功德越高啊，升天越高，长寿安乐。第五念戒律，那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守戒律。那你有守五戒，今天五戒要圆满；你有守菩萨戒，那今天要菩萨戒圆满，然后呢八关斋戒更要圆满，净化身心。第六念布施，念一下法会功德，回向非洲可怜国家、贫穷干旱国家、叙利亚内战啊、韩国和平啊，那世界各地需要帮忙了，大家都要回向啊，缺钱的、缺佛法的、在痛苦的、生病的。所以我们今天以药师经发菩提心守八关斋戒，来，大家所做一切功德回向新加坡境内、世界各地所有病苦贫穷众生，离苦得乐，三途升天，同生净土啊。那这样就是按照药师经在修行了，念着贫穷，所以保持着六念法。所以外在以八条戒律约束我们的身体跟嘴巴，第一不杀害众生，第二不偷盗，第三全断淫欲，乃至第八离非时时，由是三业道清净，成为出离世间轮回之正因，解脱生死根本。好，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我是 ACIB 委员黄玉成医师。 COVID-19 疫情影响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打拼做预防社研究，现主席预防社科学真发达，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开发和试验，每一个核准的预防社都经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目前很多国家开放注射 COVID-19 的预防社，除了可以预防疫情的发生和降低感染风险，证明注射预防社有很大的帮助。咱国提供民众注射预防社符合国际标准，民众若是有下注射条件，会当伫医生评估了后安心注射。
注射预防下了后，也请保持防疫好习惯，守护你咱的健康。